点档转转发现爱，你的掌上明珠已经到了适婚年龄可以交男朋友的时候了吗？啊，谈恋爱对很多父母来说，看着自己美丽的女儿交到另外一个男生的手上，都有很多很多的担心。这个担心是从她出生就开始喽。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当你的有女初长成，走上恋爱之路的时候，父母究竟应该是就是放手让她去跌倒，还是希望能够跟她好好的沟通，甚至拒绝她太早交男友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样子，这个话题很严肃的学问，哈哈哈！来，我们来欢迎现在已经是适婚年龄，正在希望能够找到他的灵魂伴侣的米恩啊，真命天子的米恩琪。Hello，Hello， 你们好。她是女儿代表，她也是妈妈代表。我们欢迎现在她的。爸爸很担心哦，是以前爸爸曾经担心他会去骗男生，但是啊，好，来我们欢迎蔡一凡，大家好，我们欢迎婚辅专家颜玲珍老师，大家好，耶、yeah ，还有家长代表，他在学校开了一堂爱情课，要听听看对女儿怎么谈恋爱有自己的见解，欢迎曾阳晴，阳晴你开爱情课，爱情关系管理。哇，听起来就很有学问，是不是？有这个课应该挤破头哈。记得刚开始开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是这样，就是一开始登记6000个人登记要修这门课。哇，哦耶！快给我特写。几个学分？两个学分呢、啊。然后后来就一直加开，现在变成开3班。又男生？一半一半 ，50-50。爱情管理。爱情关系管理，它是一种关系。那就今天免费教导我们一下，待会儿OK， 来。我女儿说她不修这个课，她从小听到大，应该够了吧？我希望。内容跟你在家里面耳提面命差不多吗？差不多，但是在家里面会多一些信仰的。好，请问右手边的两位女儿代表，父母第一次知道你交男朋友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你几岁？这时候是你的初恋？是。不算是感情上跟爸妈有冲突的时候，是从18岁开始，因为那时候是我开始打工嘛，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就是管我很严，然后她其实就是有点过度担心我，所以我只要打工回来，她都会怎么样都会骑车到捷运站，就是为了把我安全的接回家。但有一次收工太晚了，然后就有一个男同事，他就是想说就是。在我回到家，我就说好，那你停捷运站就好了，千万不要直接到我家。然后那个男同事也说好好好，结果好死不死被我妈堵到，开始审问他是谁。然后就我后面都不想讲，我说你问那么多干嘛？他就是男同事，我妈妈就不相信。他说你把他叫回来嫁给他，我就觉得说你疯了吗？就嫁给他，男生我骑得很快，快点跑，我再不要娶他，真的，对，男生说怎么好人没好报，压力很大。所以从那时候18岁开始，我就意识到，我觉得我感情的问题好像不能让妈妈不能带回家去了，就是很容易就是会有冲突跟争吵。所以我是一直到20几岁真的比较稳定的男友，我才就是介绍给爸妈。那个第一次是什么反应？因为那男生算是真的品性啊，然后各种条件都蛮好，然后是连情人节都会。买花送我妈妈的那一种，然后所以我妈妈就是对她印象好懂啊，好懂啊，对啊，对，就爱屋及乌的感觉，所以那个我就觉得介绍就是让家人认识是很安全的。来，蔡一凡，就像刚刚讲的嘛，你爸爸其实一直是担心你去骗，我觉得他是讲反话啦，就是他就是说不要去骗别的男生，但他心里的另外一个含义应该是说怕我女儿受伤。我觉得我自己解读是这样，有，我是15岁。第一次谈恋爱，对，然后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故事，因为我妈妈是在我国3那年意外走掉的，然后那个男生呢，他就是国2就喜欢我了，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跟爸爸讲这种事情嘛，然后我爸有一次确定是因为我以前是钥匙儿童，我就自己就是回家，然后买晚餐，然后自己吃，然后有一天我爸下班回来开门，哎，怎么两个人？就是他送我回家，那我们真的那时候是纯就一起坐在客厅吃晚餐这样子。你的眼神为什么感觉有点？因为你讲你在讲嘛，你讲越多我们越没有啦。你先停，等一下。好，换成如果现在一凡是你女儿15岁的她，然后一开嫁给他，太好了。节目进行3分钟，已经嫁掉两个了。OK， 很容易把我们嫁掉。然后
有抖了一下这样子，因为他就是还故作镇静，就说哎。那个他就叫他名字说，哎，怎么跑来我们家了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没有，我送一凡回来，然后顺便买晚餐给他吃。那我那时候也没有，因为从小也没有人教我们说，哦，是不可以这样或者怎么样，因为我都自己回家嘛。然后我爸就有就是有吓到，但又故作镇静，然后。送完那个男生走了以后，他就说以后不管怎么样带同学回来，即使是女同学，你都要跟爸爸妈妈说一声、爸爸说一声。那爸爸刚刚讲那个幽默的那个话，就是十五岁讲的吗？没有，那个就是哎、我爸爸也是很有智慧的人，因为那时候是已经出社会了，然后出社会那么年轻嘛，追的人很多啊。然后我那时候去割盲肠，然后就去住院的时候是三天，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男生来送花、送水果、照顾我，他会排班，就哎、那你早上来是不是？那我等一下晚上来。然后我爸爸就看在眼里，就傻掉了。他想说，这我女儿到底他以为你脚踏三条船，没有对对，他以为第一个是我男朋友，就第二个又来，第三个来，他都不讲话。然后三天等我出院的时候，他就说我有个那个出院礼物要送给你。我说好，谢谢。然后他就拿给我《如何管理自己的爱情》一本书，一样就是是不是这样心写的？对。然后他就常常开玩笑说：“你不要到处去骗人。”我说：“没有，这三个真的都不是男朋友，我还在考虑要跟谁交往。”可是你自己女儿现在11岁了吗？对啊，从她出生那一刻，我就觉得永远都不要嫁，永远都在我身边。你先生应该更严重吧？我现在跟简直就是病入膏肓啊！他从我女儿就是渐渐越来越漂亮，就是像小女生之后，他就说我跟你讲。这不得了了，以后呢，我要多赚一点钱，我要成立一个那种类似黑蝙蝠中队，就是跟着他去上课，然后接他下课，然后要有司机，司机一定要是女的，然后要接送，这样不让他有任何。黑蝙蝠也要女的吗？黑蝙蝠是他的兄弟，然后哥哥肥燕瘦这样，就是要保护他女儿这样。对，然后我就说你真的很夸张。然后大概九岁，我女儿就有跟我分享，因为。我帮他整理书包，然后我每个礼拜就会收他一些垃圾，你知道小孩书包里面很多垃圾，那种渣渣屑屑，然后我就拿到一个纸条，哎，然后纸条上面画了一把钥匙，然后上面写 The key to your heart， 哎呦，然后我说哇，现在小男生好会，我整个鸡皮疙瘩，然后我就问他说这谁给你的、啊，他就。我现在随便编个名字 Kevin 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你喜欢 Kevin 吗？我说很明显他喜欢你，他就这样，然后我说那你喜欢他吗？他说。然后我就立刻问他说：“那你喜欢他什么？”因为我想知道他的原因是很帅吗？还是体育很好？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说：“妈妈都不是。”然后我就说：“那原因是？”他就说：“我觉得他很善良。”他才九岁，然后我听到这个话，我就说很善良。举个例子给我听，他说有一次，反正就是女生就被推到在地上，然后男生就笑说哈哈哈跌倒什么，就是笑男生女生就是互相嘲笑，然后那个男生就去扶他起来，然后他说有一个男生要打他，打我女儿，就是拿铅笔要这样刺他，然后他立刻站到他前面说他是我朋友，你不可以欺负他，就是对，然后我女儿就被这种英雄救美感动这样，然后就从那一刻开始，我跟我老公说，哎，你女儿现在开始有。欣赏的男生喽，马上刷牙刷到一半，牙刷一丢，牙也不要，是哪一个？然后真的这样子，牙刷一丢，他说哪一家的？哪一家的？他们那一班也才19个，哪一个？然后我就说有事吗？已经开始亮红了。然后他说我跟你讲，然后礼拜五我讲的，他说明天礼拜六约他爸妈 brunch， 我说也太突然了，我跟他爸妈也不熟。你叫我临时晚上去哪里约啊？然后我还是厚着脸皮，我老公说不行，知己知彼，你就是要约，你要知道他们家是干嘛的，然后为什么靠近我女儿？然后我就厚着脸皮，我说哎、不好意思，那个 Kevin 妈妈，明天你们有约了吗？我们还真的去 brunch， 然后一整个餐桌上那个超级肃杀的那个气氛，然后冰冷冰冷。对，说你说你们家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对，后来那天的结论就 Kevin 再也不敢。不敢所谓的因为行侠仗义帮助弱小，没有，我老公从那个小男生一进来就开始打量他，他说这是一个，他一开始就说这是一个有礼貌的孩子，一看到我就会敬礼，就很吓坏了，他还讲这种小话，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再讲了，然后就坐下来，然后他也很有礼貌，就大人没有开始吃，他也不会就是直接自己吃，是好孩子，是好孩子，然后他就问他爸爸妈妈说，哎，那你们在哪里长大的、啊？然后他父母就是在澳洲，然后他就有一些人是你知道，就是会假装说自己是就是在国外长大什么，他就问了很多那种很深入的问题，哦，澳洲哪里啊？那他有没有骗人，对不对？在澳洲我也熟，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干嘛一直刺探？来，林真姐，好厉害！我真的很为下巴掉下来，很为你的先生或你女儿
担心，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我学习的理论，就是孩子的年龄哈，跟他的跟父母的关系其实是要有相对性的，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受你的影响是越来越大，可是你的权威会越来越小。就是你的孩子才11岁的时候，他可能还需要你的权威去保护他，去引导他。可是孩子等到21岁的时候，他也是大学阶段，可是他那时候可能对你的权威就慢慢的已经不再 care 了，不再在乎了。可是你的影响力，他会想想看我的父母对我的这个交友恋爱的影响力有没有影响？好，他会评估哈。对。那当然，像我女儿现在已经30出头了，像31岁了。我觉得我现在是完全没有权威对他，可是我对他的是影响力。杨晴，是女儿大学要毕业了吧？毕业了，刚毕业，现在已经在工作了。恭喜恭喜！好快啊！她没有带男朋友回来过？没有，她根本就没有谈恋爱啊。老师，我有看过你上一集讨论这个，你说23岁她就一定要结婚。那时候想要让他早一点结婚，他现在22嘛，对，现在22了，剩一年嘞。对，其实他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很小，他大概2岁，我们就为他的婚姻祷告，一直在祷告。4岁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跑到妈妈边上，就问妈妈说：“妈妈，我的丈夫在哪里？”因为可能平常有在谈，他妈妈就他听你们一直在祷告，我说哪里我也没看到，你们祷告什么？那就很难讲嘛，那就只好讲一个。4岁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跑到妈妈边上，就问妈妈说：“妈妈，我的丈夫在哪里？”因为可能平常有在谈，他妈妈就他听你们一直在祷告，我说哪里我也没看到，你们祷告什么？那就很难讲嘛，那就只好讲一个这个信仰里面的正确答案，在耶稣那里。他一听，然后就走了，他很满意。高二的那个时候，因为他一直在做在家教育嘛，那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在家里面一个人，其实我们有这个共同学习的这个群组，然后这些孩子们大概有7、8个吧，就给他们上这个婚姻的课、爱情的课，这是我太太教的，就是从选择，然后你自己开条件，还有你可以在这个关系里面你有什么贡献，然后你们要怎么样，其实就已经给他们上过课，所以他有一些底子在那里。那我们就平常会跟他聊，就说爸爸妈妈其实也很想跟你的男朋友做朋友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觉得有人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的话，把他带到家里面来，我们可以认识。我特别是爸爸以前就是个坏蛋，我一定会帮你看。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对不对？对不起哈，打一个枪。有时候我觉得不一定太早学恋爱学分，或者太早教他们。你知道小孩子，你太早讲一些哲学的东西，我觉得反而是压抑他自然成长的一个好的方向。因为我曾经就说，不只是恋爱的，有些孩子从小父母就跟他讲哲学，讲人生的，或者讲一些所谓对太深了，然后他到了可能20岁应该是去尽量快乐去冒险。你看像一凡，父亲太忙，妈妈早逝，反而你有那种比较去冒险，你自己去认识男生，你自己从你的身，当然也有他的危险性，可是我觉得是你自己经过这个成长的历程，那你反而会更小心，也会更去观察，也更知道什么是合适你的。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是开舞蹈教室的，所以我是从小在大人堆里长大，我一个小孩而已，然后我就听了很多大人的故事，然后会察言观色，然后知道说这个男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和善，其实是个花心大萝卜，我从小就会判断，就是这个一定是个感情骗子，然后这个阿姨被他骗，那个阿姨又跟他在一起，就是什么三角恋，就我很小就已经看清这一切，所以我很早很早就理解到一个道理，就是你只能把自己顾好，把自己的状态用到最好，你才会吸引好的人，那个频率才会对。所以你刚刚说那些男生不会吃醋吗？关我什么事？你要吃醋是你家的事，就是你要来追我，是你要付出，你要感动我，我为什么要去 care 你那么多？对。然后你爸爸很棒，是他没有找这3个人来说坐下来谈一谈，就是有些像你妈妈就很
就是说小事情就把它对你把它讲成控制，那爸爸不会，爸爸就说你不要害别人，反而用一种幽默。可是我相信爸爸在旁边是蛮欣赏这个女儿这么厉害，可以有人这样子的，也是信任一番。对，也是，所以他说要把自己照顾好嘛，要把自己先顾好。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女孩子就是最重要的事。其实我其实对刚刚这个林真老师讲的啊，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有辅导很多青少年，其实状况并不如林真老师想象的那么理想，其实一般的状况就是他们十五六岁就发生性关系，然后就没有保护自己，完全没有保护，没有界限，没有教导，其实状况是失控的。其实现在99%大概都是失控的，像一凡这样子非常 specific， 是特例，我真的跟你讲是特例。我为什么教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教他们界限，我讲的不是 philosophy， 我讲的都是个案，都是真正的个案。那看到太多失败案例，他们没有，完全没有被教导，所以脑袋瓜里面没有一个 structure， 就是说我的这个爱情在我的人生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我应该要怎么样踏进这里面。我说他的环境是很特别的，他的父亲也是很特别的，是这样子一个特殊的案例，并不是每个家庭都那样。而且现在的父母亲真的很忙，忙到其实孩子在做什么他都不知道。我会觉得父母亲多一点的关心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其实这样讲啊，像我有两个，一个故事，我是妈妈，但我只有一个儿子。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展展很小，才3年级。然后呢，我们因为等小孩子放学嘛，然后就在因为我们在国外，然后就跟一些家长啊，也会跟爸爸聊天啊嘛，对，大概谁都知道谁是谁的爹娘。看到放学了，我儿子就手牵着手牵了一个女生出来，然后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可爱，我看到画面，三年级几岁啊？8岁9岁，很小。我的心态是两小无猜，我那个爸爸那个表情已经大变，那个变到我就马上我老公的脸，对，一个你老蔡一凡老公脸就出现，我看到我就好紧张，然后就远远就跟展展讲说，放开，你说手放开，然后我还跟那个爸爸，然后我就说，然后我还说 sorry， 我还跟他 sorry， 我说 just kidding， 开玩笑，我儿子随便牵牵。那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其实我从很小就好像就会有一些男生对我好，那。我爸爸除了已经跟那个爸爸很熟以外，因为小时候玩都是跟父母的他们的小孩玩嘛，对吧？或者是跟邻居。那我真的认为就是说，是父母旁边的观察，再加上他怎么去让这个女儿提高警觉，但是不是去吓她。可是有一种就像杨晴讲的，她真的看不懂，然后就会那种觉得她只会说那我同学都这样啊，那我也就这样。所以爱情的这个所谓的关系学分很重要，父母的把关在某些程度上面呢是一种拿捏。我觉得与其说教育孩子，我们做父母的要先学，好不好？我们先学，来，我们来看这边女儿恋爱亲子需要沟通的状况题哦。来，第一题就是看到异性在一起就开始告诫你的孩子了，就直接要嫁掉嘛，对不对？他结婚哦。然后呢，沟通还有一个就是约会难分难舍，时间过晚或者是过夜，其实这都真的要去沟通的，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太越界了哈。然后再来就是为对方花钱过度，为男方买很贵重的礼物哦。然后还有男生家庭经济有负债，然后交往对象是不适合，条件不够好，非基督徒等等。然后另外就是呢，父母真的也要沟通一个状况，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前面真的把关把得很紧，到了后来年纪到的时候，父母也千万不要频频催婚，就是交也是爸妈说啊，不交也是爸妈说，要嫁跟不嫁。OK， 那我一定要叫我妈看，有一定要，我妈 copy 一份，亲锁定。OK， 来这里看到异性在一起就开始告诫，这里有个状况题，各位看一下你们会怎么反应。题目是这样子的 ，OK， 你发现女儿晚归是跟一个最近密切联络的男生在一起，晚上呢单独在家中顶楼聊聊天，这个男生告诉她说自己曾经跟前任女友发生性行为的经过，请问？女儿回家来跟你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会怎么说？这个已经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很密切在一起联络的男生，我觉得这个男生是想要借由这个来影射，对，不是影，对对，就是影射，就是引导诱惑。我觉得这方法很有啊，我觉得很渣，没错，露色。我觉得聊性，但是很多男生会这样子做。对，聊性应该就是一个
可是代表这男生一个方向导向啊。恩琪刚刚是说哥们，就是他不是你要，他不是在追你，他是把你当作是朋友，好朋友，然后谈他的与女友的关系，对不对？哈，因为前关前女友，前女友的关系，单身前女友的关系。那你觉得这样的男生是真的想追你吗？如果这个男生在跟你谈，你说我的朋友，对这个，对，就是完全是这个状况题。我会觉得他应该就只是单纯想分享。我觉得主要是看那男生对你什么感觉，因为如果那男生就是对你会温馨接送啊，或者是他有点暧昧，然后跟你讲这个话，我觉得他就在你觉得怎样算是暧昧？嗯，每天起来都会问候啊，你一餐问候，对，我觉得这就蛮明显的。OK， 好朋友不行吗？像我们也有一些好朋友喜欢，我觉得好朋友不会，好朋友就反而比较是看到你的动态在干嘛，就说哎、欸、吃饭有什么什么。可是我觉得会刻意一早一起来就问你在干嘛，要不要吃早餐，而且是每天，我就觉得这就是很明显，他就是一定想对啊。那这个人你还会继续跟他当朋友吗？像这样，你们在顶楼啊，在顶楼。我们要讲、啊，我觉得现在就是在一个，就是在一个微风徐徐吹，然后有月亮，然后有星星，顶楼就你们两个人哦。因为你看，这是跟前女友的东西，代表这男生就是很不尊重你。那如果你跟他真的在一起，那他以后是不是会把去跟下一任还是他想要的对象去讲你们的经过？我觉得这不是，所以他把你当哥们嘛，所以他把你是不是当哥们的心态告诉你他跟前女友的事情？如果是哥们的话，我就是听，但是我会觉得哦，可是我真的会因为借此而了解男生在想什么。我很多，对对对，我很多就是小时候爸妈没教我的，我后面怎么长大嘛，我都是透过这些男生，听他们说。对，去慢慢想哦，原来男生是这样想哦，什么？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你爸妈去问这些问题哈，讲一些。现在好像还是没办法，我觉得他们会没办法接受。那一凡，如果你的女儿跟你讲说，我会就是反问他，我就是说真的、哦，他跟你讲这些事情，那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男生跟你讲这些事情 OK 吗？希望他洞悉的不是这件事情，是洞悉这个人的人性，就说你为什么会交这样的朋友？对，你为什么会吸引这个人跟你讲这些事情？然后你知道，就是你怎么会让他有胆去跟你讲说他跟前女友的这些事？但是你知道，就是去修扬琴课的很多女孩子可能就会跟你说：“妈，你想太多了啦，干嘛？你好烦哦。”他怎么只是聊天？我女儿不敢这样跟我讲话，还没有到时候哈。或者他就说还不敢，就是妈，你想太多了。妈，你不要你不会哦，你不要把别人都当作是什么样怎样啊，想的那么歪。不会，我觉得一凡应该会很 open 的跟他对，我会讨论，当作跟他讲完姐妹淘，对不对？慢慢长大的姐妹。如果他敢这样子跟你聊，你一定是姐妹淘。对啊，因为你看一凡，他就是从小到现在，他都是蛮自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一个女性，所以他做妈妈，他也会比较用反问的方式，对，反问的方式去跟他女儿谈，所以这就是很好的。那个母亲的model， 对，现在专访最怕的是。最怕的是这个女孩子跟男朋友不跟这个男生在一起，朋友男朋友，然后这个男生讲了这些话，他回去跟妈妈都不讲。哦，这最可怕。对对对，最怕的是这个东西。对，所以父母亲要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沟通的门户在那里，就是你其实无论什么事情，你都回来可以跟我们聊。对，对，要信任父母。对，所以我现在的观念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有聊出来，不管多大多渣的男生，多没有问题的，有聊出来，我就觉得都不是问题。对，都不是问题，而且你可以引导你的孩子，而且你也知道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只要你跟他关系 OK， 其实问题就不大了。所以遇到这样的孩子跟你讲的母亲或者父母亲，我都觉得真的放开心胸跟他谈，然后他最后还会跟你再谈，觉得这样很好。哎，真的，其实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对，他应该现在遇到是这个吧？你催婚？对，催婚。可是他妈妈觉得失婚了，就催婚。可是我也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状况是感觉我好像身边不知道是吸引来还是。我觉得经过今天这一集，好像要好好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单身三年，但是这三年呢，遇到的男生好像都不是那么的 OK 或认真。怎么不 OK？ 我觉得我都遇到花心的，就真的，就觉得我真的是要去修一下老师的课。
哎，老师，我问你一个好不好？因为今天恩琪在这边啊。是。大家对于就是追求演艺圈的女生，有演，我觉得我帮你问来，因为演艺圈女孩真的就是光鲜亮丽、漂亮，然后呢，在表就是在表现出来的嘛，都是很亲和，然后也让大家会有很多想象，就觉得说啊，这个是好玩呢，我一个哇，是女朋友这么漂亮啊，我同可是他们都不会认，对对，我的同侪，我的朋友一定觉得我超厉害，当然也不能说我们不会遇到好人。OK， 一凡这边，然后对不对？有遇到好的，我对呀、啊，是不是？教怡萍姐的，你教他，我真的是觉得感谢主，你教他怎么遇到。其实他们只会想要炫耀，可是就是真正嫁，真的是结婚这件事情，往往都不会是。对，所以你我们这些，就是因为你现在的环境就是这些人在包围着，那是包所以其实你可能就是要开拓一些正常的想要跟你步入礼堂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人，可能比较有机会啦。但是我相信你现在的环境里面可能有这种人，这种人他不敢，我不知道，他不敢，或者是他就是因为看起来好像曾经在你身边围绕的那些男人，看起来好像资源啊各方面都比较光鲜亮丽，哎、欸、对，所以他们可能就哎呀我他会觉得你好像高不可攀呐、啊，对 啊，所以你可能你还是要展现出你平时的生活的一面，然后有那样子的生活圈机会就比较大。嗯，所以我觉得恩琪，你现在就是说你经过这么多次的过去的恋爱失败的经验，直接这样讲，对，跌跌撞撞，可能你也知道父母不可期待，也就是说你可能我们现在我觉得30岁之后已经不要觉得是父母影响我怎么，因为我自己过去的失败经验其实是我的老师了，其实你最好的老师去整理一下，他就是你生命中最好的老师。你也还年轻，而且你还没有结婚，你是现在最好的时刻。好险我还没有对乱嫁，这个是很好的。对，那我觉得第一个，我们也不要期待太多对母亲或父母的，就是说他应该怎么教我，他应该对我怎么样。你已经，我想慢慢放下了，对，对，放下，然后好好的用花时间在自己啊，不管读书或者看任何的学习，你都是反观自己。这一点我怎么就说，所以你就知道你的外在环境也不是问题，不是因为你今天你漂亮很好啊，你是演艺圈很好啊，可是你要追求你的人，你要的是什么？我其实我常常跟我女儿，她现在是我们家还是未婚的，我两个儿子都结婚了。那我觉得我常常跟她对话在这个部分，她每次在想到她要交友恋爱的时候，我就跟她对话，你觉得不合适在哪里？就像前一个她说不是她的菜，那我们来谈一谈你的菜，什么是你的菜？对，你知道每一年她都有更新，每一年她也我就看到她不一样。对对对，所以她现在不嫁很好啊，因为她还在变呢。对，她现在定下来，她说我不要吃这个菜了。我好开心，对不对？而且我也不会逼婚，我觉得好开心。我的女儿，对，就是因为我知道她越来越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而且她越来越成长，而且她跟我讲一句话，等一下再说，最后再讲。真的吗？我觉得很重要。那句话吗？哦 ，OK， 老师，好，我们已经有个压箱底 ，OK， 来，杨晴，哎，看到了女儿跟异性在一起就开始告诫，如果是跟异性在一起就开始告诫啊。就开始讲一堆呀，说教啊，对孩子不信任嘛。如果你真的对孩子不信任，就应该平常就要跟他再多聊一些。如果是女儿，那爸爸可以讲说男人的心态，可以让他多了解一点。就是在还可以有权威可以影响的时候，那时候就要把握机会，可以跟他多沟通一下。男生会有脑袋瓜里面在想什么？啊，我爸爸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满脑袋瓜，但是我怕很多爸爸不敢讲。对啊，对耶，讲我满脑子。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是，荷尔蒙充血。有一个女儿去问爸爸，她才10几岁，然后她就问她爸爸，她讲说，哎，爸爸，我想知道，就是如果男生啊会主动的，比方说什么陪我坐公车回家啊，或者是说好像下课会在教室门口等我啊，他是不是想追我？他爸跟他说，只要是单独男生来找你，他都是想要追你。然后女儿就问说，为什么？他爸爸说，因为男生在那个年龄，尤其是他脑袋里面有另外的事情啊。他其实对于异性，因为男生大多会喜欢跟男生在一起，好玩嘛，我们打球下，然后就做一堆好我们女生看起来觉得好像很无聊的事。但他突然会对某一个女孩子特别的去。你知道，就是离开他的好朋友了，然后专门去守候着他，就是想要追你。青少年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样子，真的是这样子的，没有错。OK， 所以呢，各位乖，好，来继续，我们来看
第二个项目就是约会难分难舍，时间过晚，甚至有的时候会变成过夜。很多年轻人也会说，我们没有去所谓的过夜过夜，我们只是可能在公园聊到天亮，或者我们在海边啊，这个吹着海风聊到天亮，怎么办？我觉得到一个孩子一个年纪，该讲的你都讲过，而且你开始就要信任他。我觉得信任孩子这件事情是一个做父母，在你去陪伴孩子成长过程中，你要去建立的一个信心，或者你的自信心，或者你给孩子的一个信心。然后当一个孩子对自己有自信心，他也知道父母信任他，他不会乱搞，他不会做伤害自己的事或伤父母的心的事，这个是真实的，这是很。但是如果我们父母不知道，我们父母就是让孩子感觉被操控，让孩子觉得你什么都想管我，你不是用影响力，你是用权威。孩子25岁，他已经可以有法定年龄去结婚了呢。他就会跑。我都现在都觉得，听到女儿讲一个很重要的点的时候，我就放心了。那个最后再讲。还是最后再讲，没问题。好，来，我们继续来。OK， 这边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有个题目就是，如果男方啊经济优渥，他喜欢送贵重的礼物的话，小孩子来问，女儿来问，那妈妈，我到底是收还是不收？爸爸，我要不要收？如果真的是太贵重了，我会跟他讲说不合适，不合适，关系不到，不需要收这个礼物。订婚后才能收的，订婚后 OK 啊，如果一家人了嘛，对，成了一家人，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关系不到，不要收这样的礼物，送给爸爸可以，直接回到爸爸户头，可以。那这样说好了，爸爸先帮你收。如果男生到家里面来第一次拜访，他要不要带小礼物来？他要带就带，就是带这些水果啊，这些简单的小东西 fine OK， 就代表说他是一个有心的人。但是如果真的什么都没带就来了呢？然后吃完饭也不帮着收碗洗碗，有点普龙共。有啊有，你们遇到有这种人很多。对啊，那就是观察，这就是来的时候就是观察的好时机了嘛。那结束以后就可以大家就 exam 了，看怎么样，到底是结局如何？这个就是观察的时机。但我的家教如何？我第一次去约会，在国三那个嘛，然后我爸就给我钱去看电影的时候，他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付自己的钱。所以他都会给我个小钱包，然后塞200块。看电影就是什么，就是自己付。他说没有什么人要一定要帮你付，或者是应该谁付这样。对，没错。所以我从即使上了班，我都觉得我们要叮咛孩子，只要你们还没有婚约在，其实都应该各付各的，对啊，因为大家都辛苦赚钱，如果还没赚钱也是父母给他的钱，对，所以都应该各付各的。好，来这边，男生家庭经济有负债，那首先你要先知道他家是有负债，除非是有上报等等。好，如果说女儿谈恋爱的，我不要讲负债好了，就他们家的经济不是很好。我处理过一个，其实他已经那时候应该是28岁了，是他要结婚了，那他来找我，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工作上面的互动这样，他说哎，杨晴哥，我想问你，我的先生家里面有负债，因为他的爸爸有赌博的习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怎么办？我的先生家里面有负债，因为他的爸爸有赌博的习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怎么办？我就说他的儿子应该要知道，他爸爸的债不是应该由他的来还的。他这个要切割得很清楚，可是他说他不行，他这个孩子就是一直把钱都拿回去。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你们两个要好想清楚。如果你还是要进入这段关系，那可能以后你就要，这个就是你未来的一个问题。你未来的生活模式就是要陪着他一直来还这个债。对，如果他的爸爸应该为他自己的人生负责。是，他已经年纪已经够大了。不应该由他的儿子来为他的爸爸的人生负责。我已经跟他讲清楚，我就说这点你们一定要考虑清楚，要不然就是你们可以结婚，但是你要跟你的先生讲 stop， 就是以后你成立你自己的家，你要为你的家里负责。我就这样跟他讲。后来他们是结婚了，而且慢慢他也跟这个家这个债务的问题就分开了。我觉得这样很好。是是是，我就是说先跟他讲清楚啊，你要 you pay to be cynical 嘛，就是你必须要了解这件事情，你进去了以后，你才知道说未来，我告诉你这样子做，那这个如果你还选择要这样子，那你就预备
看要怎么面对这样。但老师，我遇到一个就是，我跟那个男友在一起也算稳定，然后他的家里环境算是 OK， 可是我这个男友就是有个缺点，就是他是月光族，然后他一领花多少？对，然后他对我很好，他就是一领到钱就是会把钱花在我身上那一种，然后我因为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就是觉得说，哎，男朋友其实是不能这样的，然后我是偶然有一天就是听到他妈妈就是在骂他说什么。你怎么都没有理财观念，那你以后怎么办之类，我才有点意识到，哎呀，妈妈讲得很有道理耶。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真的跟这男友结婚在一起了，那他爸爸妈妈如果哪天离开了，他依旧没有理财观念怎么办？因为他的理财全部都是他妈妈在帮他规划，他妈妈是在讲给你听的。我也觉得，因为他妈妈那才让我有点觉得。哦，这是个问题，这真的是要好好思考。是他独立的，应该财务他其实一个人有没有独立，最后他的经济是关键呐、啊。对，我常常这样讲，他这个人有没有独立，就是他没有办法处理他自己的钱财，有很好的规划，什么样的储蓄，什么样的或者是日用，然后这个都必须脑袋瓜很清楚，那你就知道了这个人值不值得。对对对，托付这个很重要，因为未来你们要进入。长期的关系，钱很重要。我也养过一个男朋友，养过，你怎么精明啊，女生？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最大的罩门呢，就是对钱比较没有观念，然后我会心会很就是容易同情别人。然后这个男子呢，他是把所有的钱都交给妈妈管。是一毛不留在身上，然后领妈妈零用钱的妈宝。我们那时候都是记者嘛，记者就是钱很少很少。然后我们有时候出去旅游啊，出国机票酒店我刷卡，是养人家老公。然后他连就是去交女朋友就要交这种，对，然后养好好养补一补耶。而且他连冬天去换就是制装，然后他妈不给他制装费，也是我去刷卡把他刷好刷满，从头买到脚。就真的是有一天我就突然恍然大悟，因为我有一天卡费缴不出来了，因为两个人都是。我那时候也没多少钱，然后我要付我们两个，我想天哪，我居然要分期了，就是我付不出来，我就有一天就醒，我就说，哎，对啊，为什么就是都是我在负债，而且他存了好多钱，因为他妈妈一毛不拔的把他存好好的嘛，我就说这样不对吧，然后我就跟他讨论，他就说没有办法，因为我妈就是管很紧，我那时候就是大彻大悟，哦，我养了一个妈宝，哎，就是他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的钱财，所以我就慢慢就是脱离了这个男生，是，所以一凡也付了很多学费，对，钱方面我真的是。那可以去找人家对方妈妈说，你儿子花了我这么多钱，他身上这件外套八千块。我跟你说，你有没有去找？我最气的是呢，我们交往两年，然后那时候我后来就当主播了，然后他妈妈就两年都不见我，我就说为什么我们交往两年，因为我是妈妈杀手，妈妈都很喜欢我。我说为什么？哎，那个很奇怪，为什么都死不见我这样？我就说怎么了吗？你妈妈不喜欢我吗？主播是很好的工作。对，然后他妈妈说，因为你是主播，一定是拜金女。我的桌子都掀起来。我要说，我养你儿子，我负债累累，然后你说我是拜金女，哎，这是他妈妈对于儿子的那个感觉了，对。OK， 女儿谈恋爱了啦，今天专注在女儿的部分，所以爸爸跟妈妈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儿子。我自己个人觉得儿子比较容易沟通，因为儿子比较简单。对，我觉得我两个儿子嘛，哈，那都很顺利的就出亲了，已经结婚了。那我的女儿呢？我自己觉得是我自己成长也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功课。那我觉得母亲哈，父母啦，尤其母亲要跟女儿建立的，她在谈恋爱当中的关系里面，我觉得一个母亲就是要。成为女儿可以信任的一个对象，怎么样被信任？就是你最直接，就是孩子可不可以把他恋爱关系巨细靡遗的告诉你，然后你可以再跟他对话三个小时都不会停止。我发现我有计算过，就是说以前可能谈不了几句，我女儿就不想谈了，因为她觉得被受到威胁或受到一些批评，她就不想谈。可是后来我越来越发现，我需要改变，做妈妈的需要改变。那我当然我自己在辅导别人，我自己要辅导自己，就是我为什么遇到孩子、女儿的事情，我那么的有情绪，因为我太担心了，或者我太心里面太为女儿的这种成长过程，或者她交男朋友什么各方面，我会担心。那我觉得最重要不是女儿要改，是我先要改，就是怎么样让她值得信任，就是我的对话，就是刚刚讲沟通，就是哦，她讲话我就多听，然后她有时候主动讲的时候，我就先要
hold 住耐住我的性子，然后我就要多一点了解他。那当他知道妈妈可以了解他，可以跟他对话的时候，我们三个小时谈话都不会中断，而且他巨细靡讲到他的恋爱的这种问题或者情况，我都觉得这是我跟他建立很好信任关系，我自己觉得我自己都给自己打加按赞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情况。妈妈真不错，真的真的，妈妈也要自我。妈妈真不错。对对，有信任。那如果遇到爸妈就是还没办法那么成长怎么办？那我觉得就是我刚刚已经讲了，30岁之后哈，真的自己做功课，就是你了解妈妈，你了解爸妈，可能没办法，目前没有办法给你这么多。好，我只能这样讲，就是30岁的孩子，如果你的父母没有办法给你够有的信任感，你没办法跟你父母讲你恋爱关系，我觉得找一个值得信任的长辈，或者哥哥姐姐，对，或者教会里的团契的哥哥姐，或者你觉得值得信任的类似像你父母的关系的人，你可以跟他你心里的话，你难过你怎么样要跟他说，还是要说。对，那我觉得最直接的是父母。所以父母你要祝福你的孩子，就是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值得你孩子被信任的一个对象，那你就他讲什么话你就不会担心啦。那让孩子知道你爱他，就是你听他讲话。好，那这个就是，那最后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父母会让孩子更愿意跟你谈话。好，那当你被打枪的时候，我自己说我自己被我女儿也打过好几次枪，因为她说妈你不了解我不想跟你讲了，哇我这次又学到功课了，下次要再好一点。所以我常常也是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自己跟自己讲，下次什么话要讲什么话不要讲，孩子可能还不能承受你就少讲一点，这是我跟我自己讲的话。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女儿最后讲什么，她说妈我现在知道我要找的对象，注意听哈，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女孩她已经知道她要嫁的是怎样的人，她说我知道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事，所以我不要随便嫁一个丈夫。那所以我知道我未来的丈夫是要我能够去仰慕他的。这就是女儿那一句话。对，她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她讲你要去仰慕你的丈夫，你应该要怎么样，因为这种教条式她一定听不下去。可是就是我跟她不断不断我们在沟通谈话的时候，她自己最后跟我讲，她说妈结了婚就不能离婚，这我都不敢讲，我都没有，因为教条式绝对不能跟孩子讲啊，你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她不想听。可是她在对话的时候她就自己跟我讲，她说第一个我结婚我是一辈子的事，所以我要嫁的这个男人一定要是我所可以仰慕的，我可以信任他，我可以把我自己一生托付给他的。哦，他讲这句话我就说好，孩子你就从这个方向去找你喜欢的，找你真正可以托付终身的。那有什么妈妈就在旁边当顾问就好，我就现在慢慢的就是他主动跟我问，我就可以回他。我觉得这就是我跟孩子我女儿现在可以沟通的一个关系。哎，杨晴身为爸爸怎么跟女儿沟通？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完全的信任他，因为该教的都教完了，就是以前该提的都提过，该讲的就讲过。他在教会里面也受到很好的这个教导，所以但是他只要我会跟他讲，爸爸妈妈都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问。那我觉得从这一次他找工作，他有很多东西都不明白，然后他就会问我，然后我就会跟他谈这个事情，然后他还说，原来爸爸懂那么多啊，是不是？爸爸跟高平那么熟，我都不知道啊，有高一平的荣幸，高一平的荣幸。然后哎，慢慢他会发现说，哦，跟爸爸聊多一些事情，其实他可以给我很多的回馈。他当然不一定全部照单全收，那我是 fine， 我知道的，我就尽量跟他有一些互动。那他我告诉他，你可以信任爸爸。你是我最爱的孩子，因为我也只有一个孩子嘛，那又是女儿嘛，对不对？是心肝宝贝嘛。但是以后这个爸爸是要牵你上这个礼堂的嘛，哈，当然这个很重要，这个对方那个男士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我觉得妈妈讲得好，他妈妈说，以后啊你要嫁了，就像你爸爸这样子。这个是最大的、最大的赞美，对对对。然后他说你在家里面看你爸爸，他怎么样？维持这个家，他怎么样爱你，他怎么样爱妈妈，是你就知道这个 role model 在这里。对，那你 go ahead， 你就知道，你知道你要找什么样的男人，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很多爸爸最不想聊的，就是叫做女儿谈恋爱。
但是终归有一天他一定会步上那一条幸福的路，我们希望他是幸福的路。所以在家里面呢，有很多的教育跟教养从小就要奠定起。刚刚林真老师讲了，女儿其实很清楚知道，虽然父母不敢讲，她希望能够找到一位让她可以仰望的男人，其实那就是一种尊重，她心里打从心里很佩服。但这个角色一开始应该就是爸爸的角色，所以在一个女儿的生命当中，爸爸先站直如松，嗯 ，OK， 然后是坐者若钟，也就是爸爸各方面，对，爸爸就是一个最好的所谓的典范。所以如果你很担心你的女儿，有的时候或许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先以身作则，从我们自己开始 ，OK。所以希望大家呢，让女儿都知道你是配得的，你是值得的，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OK， 谢谢各位今天这么多珍贵分享，谢谢，都是最棒的，谢谢，好。